朗朗妻子吉娜空降新浪总部，紧身毛衣展现绝美身材，现场展示美妙琴音。在综艺节目《幸福三重奏》中，让很多单身网友吃了一口又一口的狗粮，而吉娜那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和可爱的真性情更是吸粉无数。没有包袱的吉娜真是爱了呀！在节目中，吉娜完全是与朗朗秀恩爱的日常。在吉娜的眼中，朗朗就是她的偶像，完全就是一个小迷妹的眼神去生活的。这样的感情也是让粉丝们特别羡慕的，毕竟钢琴家的手就是生命，所以几乎吉娜不会让朗朗做任何的家务，什么都不让干。近日，吉娜现身新浪总部，身穿紧身毛衣的她尽显好身材，梳着高马尾的她现场弹琴演奏超优美，在路人照镜头下的她也是成为了焦点。不得不说的是，此次一来，朗朗的情敌一定是又多了很多的。吉娜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身材还很好，非常的瘦，最后还亲自为大家弹琴了，真的是羡慕在场的所有人，赚到了。